金牌妹放话，最后一次射一弹。啊，哪来的姑娘这么凶啊？拥有英奶的金牌妹将在27日推出第3本写真集《纯辣》。为了拍出唯美照片，她跑遍冲绳、宜兰和九份，上山下海，并请大师操作空拍机拍摄影片，视角真好。美人配美景，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啊？金牌妹表示，这次突破过去最大尺度全裸入境，更放话这是最后一本写真集哦。娱乐豆新闻，不出写真集，还要回去卖鸡排吗？报道。